现在是中午12:30，对，12:30，还没吃早餐，还没吃午餐，不过现在正要吃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吃什么，就是300克的鸡胸肉。对，我终于吃鸡胸肉，很久没吃鸡胸肉，最近一直在吃什么？哎呦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好，最近一直在吃牛肉，对，吃了点鱼，但是快一个月没有吃鸡胸肉，所以吃一下，哦，偶尔吃蛮好吃的，每天吃快吐了，哎，这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一盘的甜椒洋葱炒一炒，这是100克的米饭。好，吃完这些呢，今天又是 legs day， 对，练腿。对，其实我最近练一段腿之后，发现我的深蹲还是不够好，进步很多，可是还是不够好，所以我决定回到那个1周3蹲。对，1周3蹲。好，今天后天。然后后天，对，一个礼拜蹲3次，然后训练量不会很大，大概每次3组到4组就好，主要是训练这个动作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会非常最近会开始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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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注在那叫什么肌？髋关节，不是什么肌，髋关节就是臀部的那块的关节，我会很专注，我会每天不断的去伸展它，按摩它，拉伸它，这样对你深蹲真的是帮助很大。不然屁股那么紧，你根本蹲不下去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好像还是蹲不下去，蹲不太下去。对，好，那么就吃完，我们就健身房见了。今天做点不一样的东西，对，是 low bar squat。我平常都是做 high bar squat， 从来没有做过 low bar squat。不过大概知道怎么做啊，也有稍微研究研究，看看到底一些细节是怎么做的。反正 low bar 跟 high bar 最大的不同就是，听名字就知道，一个杠铃放的比较高，一个杠铃放的比较低。所以 low bar 的话，就是把杠铃可以说是放在靠三角肌后束制造出来的一个凹槽，对，反正就是卡在那边，然后也需要靠手腕去支撑一下。所以 low bar 的话，对手腕的压力比较大。还有就是 low bar 的话，身体会稍微往前倾的比较多一点点。整体来讲呢，有点像，其实 low bar 整个运动轨迹有一点像硬举。你们仔细观察就知道。总之，第一次做 low bar 的感想就是，三角肌后束痛得跟鬼一样的，真是痛得跟鬼一样。不过其他的话，运动的轨迹，因为 low bar 的话靠背部的力量比较多一点，所以运动的过程中，这个轨迹其实非常稳，不会像 high bar 那样子比较中间有点起不来。好，现在是正式组，刚是暖身，正式组105公斤还是110公斤，大约是做5到6下，然后总共做3组。接着呢，就是一些背部跟二头的一些简单的训练，没有硬举，就是可能划船之类的。毕竟今天是第一次做 low bar， 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到动作有一点点 KK 的，我不敢下去太快，因为就是不习惯嘛。虽然我运动之前已经花了15分钟去把我的髋关节、我的臀部的那块关节活动开、拉伸一下，所以其实现在那个。可以蹲得蛮低的，如果是做海拔的话，应该会更明显。我每一组做完都会去看那个录像，看看我的姿势，我蹲得够不够低，怎么样。然后呢，发现我的手肘有点往后，太往后，然后应该再往里面夹一点，并且再往前一点点。手的位置呢，大拇指应该不是这样子的，反正很多细节还需要学习，对，需要学习。不过呢，因为 low bar 它的靠背部的力量也比较多，靠股四头的力量也比较多，所以相对来讲它比 high bar 要稳很多。我个人感觉这个整个过程我非常稳定，不会怕往前倒、往后倒。对，这一点倒是比 high bar 好。不过呢，如果要练那个 quad， 就是股三头还是股二头，就是前面那块肌肉，其实还是 high bar 能比较集中的。不过呢，low bar 也是有它的好处的。反正我现在1周蹲3次，可能4次，反正3次到4次，我就把 high bar、low bar 都轮流的练。反正这两个都各有它的好处，那就两个都去练。对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好，现在是在做第3组，也就是最后一组。我是预计做5下到6下，不过不会勉强自己，毕竟这只是个练习，不要做的太刻苦，不要做的太努力，还是努力啦，不要太努力，你懂就好。反正呢，我记得我只做了5下，因为第6下感觉会有点勉强，我就到那边为止。反正这个只是练习这个动作，习惯这个动作，掌握这个动作，
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，对不对？点到为止，刚好就好。不过我觉得下次我要蹲得更低，对，这点要蹲得更低。接下来就是一些除了硬举以外的背部训练，还有一些二头。对，那这次我划船没有像上次完全身体与地面平行，没有。对，还是这个比较适合我，比较喜欢这动作，感觉也比较更好。对，反正就三组还是四组的这个划船，接着还是一些划船。对，就是换哑铃划船，可是它这里只有25公斤。对，我记得我当时在高雄的时候是用85公斤，75公斤还是85公斤？不，75磅还是85磅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反正25公斤，就是感觉有点太轻，可以做的12下、13下，那没关系，偶尔稍微做一点点高次数的12下，应该 OK 吧？对，应该还好吧。反正就这个做了两组、三组就差不多了。我之后呢，决定做一下对 pull up。窄握的，结果就是很明显的，我没力了，对，一点力都没有了，我完全拉不起来。哦，虽然拉了六七下左右，但是呢，就拉不上去了，就想说算了，到此为止了，不要再丢人了。好，那我就下来了，对，放下来。好，最后呢，就是哑铃的弯举，这次是拿14，这是多少公斤？16公斤，对，稍微做一下，7下8下左右，每只手7下8下，对。差不多做，我记得是做了三组，对，应该是记得没错，三组。现在呢，我只想说，我的后束还是痛死了，对，我的三角肌后束还是痛死了，哎，没办法，要习惯它。一次做 high bar 的时候，我的脖子，我的那个叫什么斜方肌，对，也是很痛，习惯就好，忍耐，忍耐，对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你们收看，再见。